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4号。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在 NFT 上面的一些心得啊。那有些人会觉得说，这 NFT 呢，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呢？其实也不难理解啦，就是说新时代的人，尤其是千禧年 （Millennium） 这个族群呢，他们对这个 digital asset 的接受程度呢，远高于就是我这一代的人的想象。OK。那比如说，在玩电动，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想法就是，很多时候在这个电竞上面啊，有些游戏啊，那你会看到要买 Avatar，那这就是一个其中跟这个 NFT 可以说是有关联的。OK，那比如说你们用的武器啊，你的服装啊，你的道具啊，这都是要花钱买的嘛。那想想一个问题哦。为什么那个 Paul Newman 的那个他用的那个手表啊，但是手表，假如你当然去 Rolex 买，不会是那么的贵，它的拍卖可以几百万，就是因为它有名人的加持，有人用过啊，这名人用过的这个手表，所以它有这个价值。那相对来讲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在这个 NFT 上面呢，传统的这些品牌呢。那它一定也会有它的价值，所以有些名人最近都在发行他的 NFT 啊，像 Shaquille O'Neal 啊，当然那个 Messi 那个足球明星，那个唱歌的也好几个啦，像比如说 Shakira 啊等等。那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平台呢，是在手机上叫 Vivi，那我们到这个电脑上看一下吧。这是 VB 的网站，VB 大秘，它有非常多的品牌，Goldbuster、Spiderman，有一些漫画，这边有一个它的影片，这个是《Back to the Future》，这是超人，Batman。是在手机上的啊，等一下我们在手机上看一下。下面有一些。它的品牌像 Marvel、DC Direct、Goldbuster、Batman、Back to the Future、Superman 跟 Jurassic Park，还有 Star Trek。那现在我在这个手机看啊，首先找到这个 VV App，那按进去呢，这首页下面，它的旁边呢就是 Collection。那么按进去，你发现我有的一个 collection 是这个 US Post 的这个，那这个 token 呢，它有分了，因为玩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说我一进去呢，就用那个 mystery box，然后我会抽到什么不知道，OK？那它有分 common、uncommon、rare 跟 ultra rare，那我抽到这个还不错了，这算是那个 rare。而且是号码还蛮前面的，1260号，所以应该可以卖到 OK 的价格。那我们现在到那个 Marketplace 看一下，Marketplace 可以看得到呢。我这个东西呢，就是 Father 是大概是130多块啊。那这个是，但是这是 Buy Now，就是说不用 Auction 了。那 Auction 的部分有的现在大概是在60几块，因为这个是在。礼拜二才 mint 的 airdrop，不是 airdrop，sorry，就是还 drop，就刚开始就是首发了。那现在我现在是才2天嘛，所以说等到下礼拜之后再决定到底要卖还是怎么样。那估计这个应该，因为这是 US Post 第一次发行这个 NFT 嘛，所以应该可以卖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吧。而且我的 mint 的号码还算蛮前面，1000多嘛，当然最好是。
几百或者几十，那个当然是非常贵了啊，比较贵的，或是一些特殊的号码，什么888，但这个因为这是随机的嘛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它这一打开之后，基本上一分钟之内就全部3万个还是2万个就全部都买完，根本没有机会去选啊，根本没有机会去选。那在 internet 有一些人在教你怎么样去增加你的命的机会，那我会把那个其中一个我看的那个的影片的链接放在下面，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一下如何去增加你的的机会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建议啊，这是一个比较赌博的行为啊。OK， 所以说你不建议你就是像这个，我这次买的是 US Post， 就是6块钱啊，命的时候是6个 gem， 但是我现在可以卖到120。120-130 了，是20倍，但这个是很赌博的。OK， 你可能，当然就是说你要命得到才有了，就是你可能命不到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。但说就是说你买六块，基本上应该是亏本的机会不大。所以说这个比去赌场呢，这个还是就是说小赌了哈。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